是安慰，快乐就微笑，伤心就流泪，很少的妄想，很少的后悔，真心爱过谁都需要感谢，真的要告别就别太纠结，听风听雨声，看海看流星，宽阔的心情更容易感动，做一个简单的人，哪怕太天真，不想对明天总是太多的疑问，一个人看电影慢跑，一个人听着歌睡着，有一个孩子的本能，心里说的任何可能，做一个简单的人，不需要天分，不过是自己找到快乐的过程，虽然总是太多烦恼，在睡梦中全部忘掉，青春的风依然美好，唤醒我最单纯的心跳。你呢？谢谢。嗯，这洗完脸之后你就抹在脸上啊。快。谢谢。哎呀。谢谢。嗯。明天洗完脸了，洗完之后我就把这个抹在手上，完再往脸上抹。哎，挺漂亮的。嗯。自己贴的。嗯。胶底儿的，就是胶，上次买就是就开了正，是啊，太能做了。嗯，孩子免费吧。孩子们把衣服穿上吧。然后基本上拉链，你里边穿大棉袄，你说。人家穿的还挺好的。哎呦，不笨，这样，哎，对，来看我，一、二、三，茄子，扣，茄子。前面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快举手啊！啊，你女孩啊！茄子。这个账号我都给刘娜打过去了。行，完他等他给我的吧。啊，行。然后再去了解其他的事情，我得去问工作人员，他给我看。啊，行。好了。万一你们不在，我就可以自己去。好。
先放这，先放这儿吧。这个书啊，放哪儿啊？你那书是打算建到什么地方？能放什么地方？对对对，不是不是，它是贴边呢。贴边啊，外老师们看的。是啊。对，这像这种都是给老师们看的。行，差不多。好嘞。你那黄的相机呢？没电了。好，加。好，谢谢啊。哎，没事，没事。谢谢啊。中午吃的这个，中午吃的。好，你看。啊，现在有那柿子，那个柿子干了。蛋蛋。玻璃上掉柿子，哈哈哈哈哈！万村人就靠这个柿子，生意风生。风生，对。这个是哪海哥的、哦、哎你好你好、哦、我给你试点试点吃、哦、吃饭了吗我给你把煮着饭吃啊吃了晚上晚上中午吃了都够了吃饭了你们这是怎么看谁不知道里边在我这儿他们冬天在这烧烧柴火的白练了，白练了，你再翻上去。蔚蓝的天空，有幸福的彩虹。上次来还是晒的那个杆儿。轻轻吹着风，甜蜜的遨游，青春的梦想，手中紧握。不怕孤单寂寞，不怕泪水坠落，我要飞越世界，勇敢的承诺，坚持最初的梦，幸福在战场等候，七色的彩虹点燃心中悸动，闪耀的梦照亮你和我，化成幸福的彩虹，张开翅膀，天地万物。原来是我的，还是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记住孩子，只要孩子在上学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记住他所有的吃住，然后学杂费所有的东西，然后直至孩子是成年到十八岁。这次呢是资助以后第一次来看望这帮孩子。之前来过一次呢，这时候是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整整一年，正好是后面那小学。那这个小学呢是去年来的时候是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孩子，那今年呢他把这学校给废除了，那在山下面还有一个学校，那所有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都在下面的一个学校，是稍微条件会好一点，孩子们提供一个舒服的一个学习环境，也有食堂啊，也有宿舍呀、啊，这样。刚才你也去到那些孩子的家里边看了，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刚才听说好像你要一直资助他们到十八岁。对，到成年。他从现在开始，他的生活呀，还有学习，还有一些学杂费啊等等，就是我来资助到的十八岁。